Today, 今天可能案例比起美国劳动节阳光明媚，美国人享受海滩，享受蓝天白云，享受生活。我跟朋友们做过小视频，希望朋友们感受美国人的生活，感受蓝天白云。希望朋友们喜欢，我加一点音乐。That Jesus Christ's life matters.